我别。谢谢。好酷哦。OK。来。谢谢。好。陈探哦。我想念这间药炖排骨已经很久了，托俊凯的锅终于知道了。他们两个吃到哪儿啊？怎么一抬头人就不见？刚还在那啊。对啊，我去哪儿了？呼叫俊凯，呼叫俊凯，听到请回答 ，over。王俊凯，听到请回答 ，over。俊凯都没有回答我，那怎么办？那不都怪你，说好吃一碗，偏偏你又点两碗，现在人不见了怎么办？谁知道他们两个会吃那么快啊？倒是你，你自己还不是没看好？整个夜市那么大，我一个人要怎么干？王俊凯，听到请回答 ，over。关俊凯，听到好了啦！照这样看来，他们两个一定是玩得很开心，不然俊凯早就呼叫。这么有道理，刚还一副紧张兮兮的样子，后来连问都不问了。搞不好他是故意甩掉我们的。那我们也只能放牛吃草了。耶，终于可以大吃特吃了！牵到夜市还是你？香啊！嘿，老板，谢谢。你这么好朋友，太好了。老板，谢谢。谢谢。吃的好开心啊，好满足哦！跟你说，今天就先吃到这，放你一马。我别。你被风扇淘汰。
那晚安喽。晚安。什么鬼啦？李宇轩那个外星人到底在想什么啦？不对，以他的个性，肯定把那个也当作模拟约会的一部分。我要是再继续乱想，他一定说我无脑。